这两个就是中指这两旁，中指这两旁，所以我们是这样抓，痛吧？好，我们这样抓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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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好，会比较松，但这些还是很痛，会比较松，哎，等一下就行。心心心中的心啊，膝盖的心。给他一下。好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两个地方啊。好，所以你压的时候，压这一点就靠这边的这个这边的抠它。这样抠，对不对？那压这边呢，你就这样抠，这样抠，靠这里来抠它，力道比较有，这样懂吗？你是怎么样？你不是膝盖啊，你那个不是。这里也没痛，然后重一点，你那个不是膝盖，我膝盖痛，你在帮你。这边的，你看，在腰椎，在这里最痛。好，等一下我讲你的问题。对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刚刚啊，这个这位大姐啊，她这边痛啊，这边可能没有哦，她这边嘛哈，这边痛，这边痛呢，其实我们很清楚，她在腰椎这有一个点，挪开就好了。所以呢，你的果皮药膏啊，不要贴这里啊，贴一百次也没有效，贴这里，后腰，你会发现你的腰就好了。你的这个就好了，你的原始你的开关点啊就在那边了、腰椎啊，我可以笃定啊，笃定这么讲啊。头痛，怎么办？头痛。头痛嘛，太多人了哈、这个。有个叫雷克的，不知道有没有来哈、这个蟑螂文章里面团队有个叫雷克的，有没有来？哎呀，他请教我这个失眠啊、还有他这个眼睛会暂时看不到啊、我说你来啊，对不对？我教你手法啊，来，有人有头痛，听着，我们不要太多了啊！我要保护我的手啊！我天天都痛。哎，今天看哦，这招学会你们可以当神医啊！这边头痛，把它分割过来。他已经在这个点，这边头痛，在下面，这边头痛，到这里，懂吗？我们不谈穴道，我们谈区块。是没有区块的啊，你是整个头都痛吗？没有，大部分都右边。右边哈，那右边我给你处理稍微久一点啊。你左边也是会痛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哈！我们人是个平衡，我们中间这条线叫做什么？胼胝体，胼胝体就是平衡两边的哈。来，本来啊头痛是要热敷的，我们不要热敷哈。热敷哈，一样是我要压的地方，先给它松啊，
不然呢直接下气囊是很痛苦、啊、我的手也是很痛苦的、啊、我不知道我每天要压几个人、啊、来我们从这边比较痛嘛、啊、我们从这个一直压到这里来，懂吗？这边压到这里来，因为它这边痛是这边管的，怎么压呢？这叫枕骨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枕头的枕骨，它藏在呢枕骨下面，一般人是摸不到的。我看了、啊，他都能这样摸啊，这样他也很痛啊，但是不是我们要的？嗯，这个我经常啊、哦、跟看他开玩笑说、哦，你要当神医跟庸医啊，就是这里差别啊。你庸医的话，就是说哎，大概那边啊、哦，而网络也是写这边啊、哦，其实不对的，对啊、哦，因为啊，我们要传承啊，我们会把我们全盘的告诉你，啊、哦，这里到这里，对不对？你要每一个揉啊。哎呀，你手就受伤了。哎，前头干什么？压下去，跟捋开，懂吗？我说台语懂吗？哦哦，对对，你看哦，你不要这样哦，你这样揉到什么时候？揉到你酸了，你自己手都报废了。我这样压下去。撸一下，哦，压下去，撸一下，这么一下十几个点都有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来，哦，痛吗？痛，接受吗？不能接受，我要轻一点，不然下次你怕我，我看到我就怕了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。这边没有弄到啊，哦，边边嘛，刚刚滑没有滑到。对, 对，所以我们这边给他补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二十、二十三。好，这边也要给他补一下，不可能这边的啊、哦。好，来，压下去。其实你很舒服，并不累。好，这边也读一下好不好？你是贴什么？啊，春秋，那个。黄不留情、啊、来，我们再给他舒缓一下啊！哎呀，你刚刚把他欺负，就要给他好像马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拍拍拍拍拍拍，那我们用我们的手帮他拍拍哈、啊，这个手很酸啊，揉一揉，你刚压过的地方给他要秀秀秀秀啊！其实你会头痛跟颈部有关系，对，因为你颈部的紧会引起头痛。啊，颈部比较酸。好，来动一下，有没有？比较清爽。有，来，有没有？有，谢谢。当下力竭，而且因为它会痛，所以我的力道不知道方向了，对不起啊。所以呢，我的力道啊，大概只用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。哎呀，现在视力这里知道，
不要戴眼镜，视力有一点零了，请举手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何其少啊！哎呀，我眼睛是戴假的，没有度的哈。哎呀，我为了要聚光，要聚光。我本来啊，在十年前呢、啊，我散光近视，老花300度。十年后，我恢复正常。我今天如果不恢复正常，不敢跟你们讲眼睛痛了、啊，汗颜嘛。哎呀，老是这个大胖子跟我推销减肥产品，对不对？没有说服力。为什么？其实每天要按摩，这个很简单哎，大拇指两边按一按，眼睛就好了哎。大拇指啊，哎，这时候不要跟我讲说是对哪一边啊。两手都要按啊，不可能这边差距很大啊，啊，就在这里啊，大拇指这两个有没有？啊，这样大一大啊，啊，这里，骨头那里，骨缝，骨头在这里，交界点这里，啊，哦，痛吗？而且他眼睛当场会变，这才奇怪。不是啊，就是眼睛就要一直换，对啊。还是最后的。那你决定呢？你是直接哦，来，这里啊，他跟我讲说很舒服，哎呀，眼睛亮了，哎呀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哎，这里啊，哦，你会哀叫是因为你眼睛不好了，你好就不会叫了。好的人不会叫，哎，在这里而已哈。好的人不会叫，你好的你不会叫，没有感觉。不好的他有感觉了。啊、哦，当然有效了。哎呀，我本来蚊子有20只啊，现在只剩下半只了。来，我帮你弄。啊？当然会啊。这个大家不用急哈，这个9月8号还有一场啊，9月8号还有一场啊，会更热闹啊！你们不懂的赶快写下来，9月8号就把那小条子递给我，老师你就讲这几个，不要讲太多了啊，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9月8号啊，世贸一馆啊，哎。来，之前啊，我为什么说心肌梗塞、心血管那么有效？其实啊，有一个人啊，我当场就用他几个穴道而已啊。他的说明大家看一下啊，大家看一下啊。他今天没来啊，哎呀，真是的。他就是这里都被动不起来。那需要直接加强脑血管。
啊。